Xbox Live 天使小爱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可内的新游戏，就是这一片《疑点之子》。你们看到我们这位正妹 Lumi， 那这款游戏的玩家在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必须要解救我们这位 Lumi 呢的英雄，因为他现在已经被系统呢入侵了中毒了。那我们要进去消灭里面的一些病毒。那这款游戏呢，它是多重射击游戏，不过小爱非常推荐，是因为它里面的视觉效果跟听觉效果呢都非常的绚丽。现在就跟小爱一起来解救我们这位正妹吧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已经进入了《伊甸之子》的游戏画面。那玩家呢，其实还没有玩过的话呢，可以从第一关开始，它会有游戏教学。那现在呢，小爱为大家示范第二关，开始攻击。那一般呢，就是连续攻击的话呢，是伸起你的左手，像这样子。那像这些在发光的生物呢，都可以攻击。哦，在里面那边。那像玩家其实可以用手来控制你的方向。在哪里呢？好，这里。一开始呢都是比较小的，那像这个紫色呢，一定要先打掉，因为它会对着你冲撞过来。没有生物出来的时候，可以稍微看一下，因为它会从四面八方冲出来。哦，有紫色的。赶快先射掉！哇，好多紫色！哦，那像这种比较多的啊，玩家其实可以换右手。那右手呢，它可以锁定八个敌人，然后呢，锁定之后像这样子，锁定之后。往左一甩，他就一次攻击掉八个敌人。这样锁定，然后再甩一下。像这一些水母，其实是病毒。是不是看起来非常漂亮？可是每粒东西都是带刺的。哇，紫色光波！你看它生物里面中间有一个核心球，那是我们主要要攻击的。但是这些紫色的光波呢，也会冲向你，所以还是必须要把紫色的生物先消灭掉。哇，越来越难了。哇哇哇！紫色光波太强了，打死你！哦，我们露咪正妹出来了，代表我应该快赢了。
佩妮。只要攻打核心就会有出来，嗯，成功啊！OK， 成功了。你们看，这枚露米现身了。那玩家呢，记得在游戏过程的时候呢，要让紫色的未知生物先消灭掉，因为呢，它会对你进行冲撞攻击。那这款游戏就像小爱讲的，听觉效果跟视觉效果呢，都非常的好，非常的绚丽。玩家有没有心动了呢？记得要帮我们正妹露米消灭它的病毒，那并解救我们的伊甸园哦。我们下礼拜再见啦，拜拜。